现在发球的这是波尔。你欧洲选手，他主要是比较注意短球跟前台，所以他们对萨姆索洛夫呢，因为身高臂长，他动作的比较大，就在力大。刘成明发球，好球！这个日本选手，他们只要是顺手上手的话，他们这个你看，这个逆向的，这个对反旋转的，反旋转。接啊，好球！哎呦，可惜啊，退赛。那么同时呢，由于周末这个赛事呢比较云集，可以说是好 F1 摩纳哥这个大奖赛比赛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呢刚才已经也是决定了搜集呢观众的意见，来确定的赛事转播方案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高球，因为他这个第一局还是打得比较磨磨唧唧。今年的上升势头非常猛啊！冲！一百接一百，步伐非常快，主动上手，哎，有一定优势。冲！又要摆低，又要摆摆短。七比七平。哦，你看，高了。你看这球，局促了以后，整个快情没控制好。李成明的节奏跟欧洲选手不太一样。真是零比三大局分落后，完了，好球！啊，这没，好球！好球！好球！还是出台，好球！像个平常的人，对，打球稍微就慢了，对，哎，抓！这个接发球机会是很好球，好球，对，好球，好球。哇！很转，哇哇，好球，漂亮！估计的很困难，估计很轻啊。反手拨的话出界，那么这样的话呢是。